桃机不淹水，网友要943万白评，聚集了。岔豆要不就愿赌服输，要不等卖博家多啊，要不然就像这个网友苏嘎烫口。在尼伯特台风来之前，有网友为了酸桃机梅雨必淹，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贴文：桃机没淹水，我请喝真奶。结果没想到桃机这次还蛮争气的，滴水不漏。结果要喝真奶的人纷纷报名，还有人帮他统计。总共几杯挤前三名呢？来，有请谷歌小姐。209559杯，少冰半糖47621杯，去冰半糖36885杯，正常冰正常糖17001杯。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筑在我的痛苦上。谢谢谷歌小姐啦。我们来帮网友算一下，200000杯真奶以1杯45元计算。哇塞，要943万耶，都已经可以买一台玛莎拉蒂了。网友一夜醒来吓坏了，马上丢起来，改口说乌龙一场，还说现在很讨厌真奶。没喝到真奶是一回事，不过200000杯的统计后，倒是可以分析出台湾人比较偏好少冰半糖。当新闻有人发起请吃羊肉丸串报道。